你最帅的，真的王子呢？我喜欢古诗，每当我朗诵时，仿佛就变成了唐代诗人。啊、不信，拿一首《春晓》。初年不学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我超爱阅读，特别是《三国演义》《小屁孩日记》《成语故事》《科学小百科》《七夕段》和《九让你又激动》的所有系列都是我的最爱。除了阅读，我也会玩网络游戏，特别是《Nintendo Switch》《Plan Your Zombie》。